让老爸穿我的衣服，我们去采那窝蜂蜜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前段时间我们把那个蜜吃了，从小到这里，现在又可以采一次了。我们把它采下来，老爸再采。这个就是蜜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蜂扫掉就可以吃了。哇，大山里面，那我再去扫，把这个蜂扫掉，哇，马上就扫干净了。 老爸真厉害呀！哇，这个蜜已经扫干净了，你们看这个就是蜜，这下面是蜂的小宝宝啊，这个。然后呢，我们等会儿老爸找几个树叶来，我们开切。这个蜜特别好吃，切了啊，我们。然后把这个蜜开切进去。 咋感觉有点切不动呢？呵呵，切下来了。老爸说这个蜜有点老了。大山里面的蜂蜜，这个蜂还在这里，我们把这个从这里，老爸从这里把它拴起来。老爸从哪里这个蜂上去，这个蜂会扎人的，但是你轻轻的去拿它的话，它不会扎人。 把它拿到这个蜂饼上，养起来以后继续吃，哈哈，老爸让我多吃点。